包好了啦，包起来包，鱼可以包俩，鱼可以包外，包外有吃了，然后，放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哪有这黑布啦？那这位我给你个大位，还不够钱呢，不大只的。我发现四百六、三百六了，现在三百六了，现在三百六了，三百好了，三百。金半重就买三百块，今天出九块尔了，三百块尔，遐三百尔，五六百买三百都买有只。遐三百块，三百遐三百六，得几啊？遐三百，三百块尔了，三百遐块。在弄来嘛？在弄来遮？五百嘞。你阿公伊敢确定不是你个，就不是啦。不是啦，你莫假话喏，你这样是我啦。哦，我你看我手机有你个赖无？真诶啦，我袂甲你。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一两块钱，五百六来。五百六来。来来来。搁六六，迄是无属于你个，毋得六六。若属于你，属于你个就袂六六个啦。属于你个就袂六六，你免烦恼啦。不是你个，莫强求啦，嘿。好。嘿，莫强求啦，吼。现在五包来，五包现在五包来，这五包。五包啊，来五包你来呗，来来。啊，你担心吗？那我这不用了嘛。卖到几点啊？现在五包六，现在五包。今天的话可能九点多吧。我现在五包来。平常的。这几件五包，五包六来，五八，五八，四八够了。三八一样都不。四八够，什么价？好。对，三八一。这把这地安怎卖？地五百，讲卖。五百。石头来，石头来。红烧石头，你都袂睇到来。这是200块一份两包来，两包来，只要出毛10块银来，出不到10块钱来。进来了，石头进来。五百好，五百六来，几条拢百，几条拢百，卖五块五百五块来，这几条拢是百尔，无百行。五百先，五百来，五百六来，五百好来，剩我10块来，五百好来，来头五百。你这两包尔，我叫这两包尔。无啊啦，五包尔来。无，你今仔真济啦。今日落雨个少，今日好你来个少看来，真济来。我袂会啊，袂个，五百先，五百来。五百六来，小姐来，小头你包，小姐你减三粒，你一包三减三粒不进来，三粒你的啦，你包减三粒不进，你也算我咩？来，五百块哦，五百六，一只无我10块银无只，你每加百每加百个抽，减加百加百万万两百，两块只，来个啥？你个啥？早安，还没无啊？还没出现？来无？你两块啥来呀？3号3百六啦，你两块啥来？对啊，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，我两个人吧。天气比较不稳定，所以你要的话赶快过来。我两个人吧，你手里够好灵，更含面啊！来，你过来。我刚才冲来着，刚才冲来着，我未未先先冲来着。哦，刚才台中地下都出一个人行，我地下都咧送命的。救命！你在救命呀！你要哪省？你要哪省？你用什么用？你用神的，用家看面就知啊！看面神的。你阿公你用帮的，我听阿公你用帮的哦。我无用帮的，你讲都用帮的。这下这无多看下，无多看别多下，这四个这交往人，昨天跟别东一个人，这下三十下，你四个过来两个来，七个来八个来下，九个来下，十个下，十个为300下，300，300块300来，两百300号，给两个来下，300号十个来，三个。你两次都给你。300了。十四台，真系十五台300，其他佢冇啊，真系300咧，300嚟，十五台300成交价，300，系，这是加同，这同等价嘛，就加几只同等价嘛，对吧？走嚟，走嚟，十二，成交难都未跌啊，跌得下，难都未跌啊，难未跌好啊，啊，只冇头啊，只冇骨啊，嗰种味啊，啊，你家看乖啊，冇啊，佢咁迟啊，你看佢表态冇，表态冇。你台上台，台湾伊就是讲台湾台台，啊台，过来过来个辛苦我呀，台湾辛苦我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加工啊，加工啊。哎，三百块，十五台，十五台300块哦，不会太热哦。太热。我
你五百两，行不行？来落来，把人卖啦！看看到你我就欢喜，硬硬过来。走。别买来的，一边一边贵一点，蛮贵。真假？六千哦，一千啦。六千五的。系啊，系啊。卖什么？卖什么？哎，炒的外面你进来对吧？我不会很快进。哎呀哎呀，阿静啊，啊，无见飞机就算了，讲个炒的面子，就算了，莫讲，莫提起啦，飞唔着。先啉泡糕又是炒你嘞，莫。这个两泡了。哎，两只不就两个人买啦，只起来。哎，一个烤烤，一个烤烤，再来一个烤烤，几斤来？一个烤烤来，贵都无来。剑鹿两只，现在帮你杀哦，一只杀好了。然后另外一只，现在帮你杀。我这下面就能赚钱多，你也不贵多，我领款的。然后有一只的石目鱼头。等一下过来看，你要不要石目鱼头跟那骨头，还是你只要肚？等一下来跟他讲哈。你要你头跟骨头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再不来。内脏你应该不要吧？哈，啊头跟骨头你要不要？不给留。你不要就黑了呢，安尼，你看这个，呀，你看丢，每张这张又丢不要。我帮忙买吗？我是帮他们留货，他们来现场拿。你看，这招就错了，他跟我直接这么写，十斤了，这样十斤了，十斤当了。有狮子头。海鲜卷有虾卷，有虾卷和花枝卷。海鲜卷那个一盒一盒的应该是没有。不来哦，你休闲看咧，你大只啦，靠我们吃嘿，吃一阵扒鸡，丢尾也就好，再去炸烧再丢鱼都无看遐。好啊，唔好摆我咧。这是当的啊，是啊，敢不敢去呢？好不好？留货最晚几点啦、喔？通常是19:30以前，9:30以前。留货的话是三八零八，三八零八。留货的话是9:30以前。你先好了。来，进进来，进进来，进进去，然后进进来，先给杀了，做一波先。帮你留什么？保留了。等一下，鲤鱼你要留什么？等一下，帮我保留了。你要留红烧狮子头吗？要等一下，先帮我把。你要留红烧狮子头吗？包下来，等一下我呀。等一下包下来我呀。你要等一下，这是四爷哦。你可以下这个啊。那个鹅。银钱我就银八五年，你这不要省。刚才也不收的。这礼拜五嘛，我就变小了。狮子头两万，哎，狮子头，狮子头一包好多呀，我爸嘛哈，狮子头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你两份的话，你干脆拿一包500块啊。没有一包的人，我只包了，就开。你有两份400块呀、啊，开了一天不用啊。然后一包是分三份600块啊，你直接拿一包就好了啊，两份400块跟500块差100块而已。不是，你还那有人没跟没，亏了一天不用吧？狮子头不好。对啊，还是喜欢。亏有钱了，无几包也给亏。啊，存存偌济？哎，拿下没有包我咧，先拿来咧。你把留来吃。他留两份，把叫你留。那就留两份好了，因为他说他没有整包的。对啊，好做干老兄。啊，帮你留两份，帮你留两份，没有整包的。我本来是说有整包的你比较划算。亏有钱，都不买。来，回去做来。你要三份哦。好，分我一了，三份就让我一了。让我离啊，那就三份。好，那就都给你了，全部给你了。那就全部给你了。我来个红烧菜吧，来红烧。先煮了嘛，先煮肉。帮你留三份。超过一包，但超过一包，但超过一包。我一打包，我一打包。我想搞的是吧？想看我想要什么？
我等一下过来拿 ，OK。我给你包了。三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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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八六了的。哎。又下，你老夫。我讲的，讲不过就五百。嗯。白骨啊，这个白骨啥？铁路大牌，白骨啥？你喜欢的白骨？这个，系啊。三十八，像我们两天三十八，现在很少了，无六十少现在。嗯？等等下，我等下叫什么？大理应该没下。啊？阿泰，要不来？这个要土沙，这个要土沙，保美沙。要土沙。来吧，我过来，看这边有没有过来。这个用好的啦。这个建筑，这个是你的哈、哦。你要不要投啊？你没有回答，你没有回答的话，就当作你不要投喽。你要不要投？这还是树木一头，你要不要？骨头跟头，你要不要？你等一下来再讲好了。现在你可能在骑车。现在你可能在骑车。我老爸刚追着你，我怎么都给啊？他预备底呢？啊，有也不低。对啊，有也。好，那个骨头跟头都给你哦。OK。都不会，都不会，都不会低啊，无吧？无啊，无啊。有人讲给啊？我无啊。无啦。我个太贵。才四块钱。这个是别人要的，不是，这是建筑要的，不是紫玉。丝木鱼是别人要的，不是你的。你的是狮子头，你的是狮子头。那这个丝木鱼头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紫玉你的是啊，星子，星玉，星玉你的是那个狮子头。谢谢。然后这个丝木鱼是另外一个客人的，不是你的，是另外一个叫哪里关羽哎，关羽啊，建路的，关羽几千块呢？太太哦，我太清了，我太清几百了，太太清了，你太太清哦，清哦，你这太太啊，几百块呢？你不用谈，清哦，好久不谈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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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搞多少钱哇？
你家都有人买完，你赞的啦，你再加多王少用。真正有人买加多。罢了，用电话车买一支了。真正电话车买，买一支加多出去。你关注我，关注我啊。好的。对，没错。废话喽，下雨是没关系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回去还下雨的话，我就要把雨鞋脱掉，我就要赤脚回去，我就要脱鞋子，不然那个雨鞋里面会湿掉。我本来以为到九点之前没下雨，不会下雨。文采早，好吧，好了。我把死掉了。啊，我今晚好了。无啦，我今晚我个子女会。侬恁个子女会？那我嘛是会啊，从个子女会，因为今仔无听有啊，今仔无听有啦。文聪早安。参加联络会。一百500块六条，500块多一条。我小好哦，我发了啊，我大无点火啊啦，哎呀，你弄个150咯，弄150个。哎，做几位？你今日这个接来，走啊！哎，对，有啊，对，哈，有一千了，一部500，一部500，为什么？有几个钱？500这个这个大概接了一回，85钱，500来，500来，500钱，500来，一三两百，再500。这些我来，我包这些光，我包六来，我包六来，我包六。好，包六来，给你做好。今天比较便宜哦，包900呢，包900呢，好。哎，那咖啡不就两个500一千了？哎，可以啊。你今个时候不穿啦，搁要900现金买，好。我今天过点就我今天啊，加工过点今天啊，过点你把它放就去，龙头，龙头就两百，龙头呢？我们往左边一点点。好，那赶快来，赶快来，赶快。
这边水分子比较少。你下来。OK， 这边比较 OK。哈。哈哈哈。美玲啊，美玲啊嘿。